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一天的露营生活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。今天一天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，把我们的营地搭建完成，然后我们一块儿玩了很多好像很幼稚的游戏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，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。然后我们一起在协助下忙活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，我们又聊了很多搞笑的、开心的、特别走心的话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露营的意义吧。我希望大家伙儿在工作闲暇之余和自己的朋友叫上三两知己，找一个空旷没有喧闹生活的地方，让我们一天安静下来，互相的聊一聊天，能把自己的烦恼也好、开心也好，最真实的表达传递给自己的朋友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。这就是我们一起露营的意义所在。大家伙吃在一起、住在一起，让我们的友谊更加一步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特别阳光的一面。好，今天我的感受其实就是这样。我现在要去洗漱睡觉了，啊，谢谢，再见。